虽然是有赛，但是为了备战月中的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，港队踢得特别落力家。最后大胜缅甸5-0，点都要重温一下这些精彩入球啦。上半场开波3分钟，谷盈智左路角球开出，麦基后上头锤攻门破网，为主场的香港先开纪录。而麦基今季都终于开斋啦。33分钟，傻帮梁振邦个人突破，避开三个防守球员起脚，虽然被对方门将挡出，但是陈七门前保中，2-0啦。44分钟，港队凭住徐德瑞和卢君怡一个靓撞墙之后，传到去麦基的脚下，冇错，又是麦基啊，3-0啦。上半场赢到3粒啦，换边之后就到港队新队员登场啦，一口气换晒亚力士、新祖和宝莲奴。66分钟，寿星仔郑景浩在底线出个靓波俾亚力士，但亚力士快射被闸出之后，伏兵后方的新祖补射得手，哇，赢到4-0啦。嗱，唔使失望嘅各位球迷，75分钟去到亚力士表演啦，佢接应咗林家伟嘅传波，爆过对方啊，轻松跳入。港队最后大胜5-0咁多啊，系咪够晒精彩咧？今场比赛大胜啦 ，Kim Sir 咧心情都好靓。Generally, was good game for us. 嗱，佢仲讲笑咁讲话，话边一个仲笑麦基唔识入波啦 ？ONTV 东网电视体育台报道。